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安娜。今日倪安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时事问题呀、啊，都才发生哈，无偌久哈，在咱的台湾大学。国立台湾大学的这个校园哈，诶，外口的这个人行道，竟然发生了家己咱台大的学生哈，去有这个这个统促会、统促党的人哈，诶，追着这个拿棍棒追着打，打到头破血流哈。那这个代志呢，发生以后，竟然周边的人拢敲电话。卡这个119哈，要叫警察来处理哈，卡450通。哈、哦，竟然大家搁姗姗，竟然姗姗来迟啦哈！啊，囡仔嘛拢老废老滴啦哈！啊，这个画面吼，大家安尼一看到吼，实在是想到讲，迄、那个2014年啊，伫个行政院迄个画面吼，敢若搁出现呢，吼，大家真惊吓吼！包括讲，台联伫去年的时阵吼，有一摆咧去这个国民党哦，东部外口去做一个抗议的时阵。嘛是拄到这个统促会、统促党的人吼，甲阮的这个伙伴吼，伊的迄相机甲抢掉吼，啊，甲推倒，安尼就粗鲁的吼。啊，咱要问讲，即马到底这个警察哦，先生、朋友，还是讲这是咱的公仆啊吼？伊照例是爱维持这公共安全的这个伊的工课嘛吼？那为什么是不是？拄到中国议题的时阵，因就是较退后，是毋是安尼咧吼？因为咱知影讲，即个台大即摆即个伊的操场吼，讲一礼拜的时间借吼，即个中国因伫遐要做一个节目啦吼。啊，讲实在，即学校吼，即嘛算讲我的母校啦吼。即学校来竟然会当伫开学的时间内底吼，啊伫封操场封一个礼拜，啊的囡仔那学生要。上体育课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个感觉上他们在作业上面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疏失，然后给阿里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时事哈。有两位来宾哈，一位是在我的右手边，第一位是咱的这个台联的政策中心执行长王元廷王执行长。主持人，柯教授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另外，咱的这个第二位呢是咱的成功大学的。柯中信柯教授嘛是前立法委员哈，教授好，主持人你安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教授，你搁做一个教授啦哈、你嘛给当动作讲，迄是你的学生，那是安尼去用拍的时阵哦，这学校内底竟然在自己的校园的外面，我觉得我感觉很不舒服，而且你嘛是学长啦哈。我原来是台湾大学毕业无唔对，是啊，看到学弟用安尼拍吼。啊，我嘛是台湾人，看到咱家的国人去用安尼拍吼，我看了真愤怒。我感觉咱的公权力到底是怎样对起啦吼？啊，我先用一个这个国际的例吼，各位来看啦吼。这个咱拢知影德国的国会打改选吼，啊，德国这个梅克尔这个切特乌啊，这个党啊虽然胜算，但是也席次下降吼。啊，德国伊即马即个第三大党是一个哦，算讲排斥即、這个移民的即个政党嘛吼、哦。啊，德国的媒体前阵仔拢咧报道，就是因即个德国的人因排斥啊即、哦這个难民这的人吼、哦，啊交这的难民吼、哦，啊因两个坐伫公园的椅仔遐对谈，吼、哦，即德国的即个人呢，伊讲我是安那，我无爱互恁难民来。什么原因？啊，这个难民呢，吼，啊，你要用德文吼，甲伊吐呢，啊，伊都经迄落讲德文的啊，甲讲吼，阮是安那走来吃，啊，阮厝里都烧钱，啥安那，啊，阮将来阮会倒转去，啊，阮也袂去为了恁的社会，阮两个里啊吼，啊开讲，吼啊交换意见啊，搁握手，即咱台湾人爱学习啦，啊，就是讲咱有无些啥意见的时阵呢，吼，咱来哈用表达的，表达咱的无些啥意见，啊，今仔日吼。这个活动从国立台湾大学，把你改做台北市的台湾大学，这个完全不对啊！你这个租约，你这个租约是把国立台湾大学定的呢，你才会使共改做这个台北市的台湾大学，这安尼恁就是不对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对台湾国家主权的矮化，这让咱真愤怒。
啊，第二咧吼，这个同处党的人咧吼，迄、那个人我甲看了，我都要六十岁嘛吼，伊是举一支像迄刀迄条铁棍啊。伊讲伊捡到的，伫个土卡捡到迄个甩棍、啊。我伫台台读四年，我都唔捌捡到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棍啊，迄、那个讲死人的哦。是啊。哦啊，伊捏咧肉啊，是讲了阿妈棍哦。啊，那讲到头哦。我甲警方检咱个检调讲吼。伊迄是杀人的故意哦，伊迄是杀人未遂，用杀人未遂来甲办咯、哦，吼、哦，伊迄毋是讲迄个囡仔的脚，也是讲迄个囡仔的手，讲要互伊受伤尔，迄是要互伊死的作为咧。哦，迄、那个态度是非常恶劣的。啊，咱的警察面对咱的国人去受到这个同处党的人安尼拍，啊，甚至要甲伊威胁伊的性命。啊！人甲你报警了，你的处理这这么怠慢，吼、嗯哦！哦，这我感觉讲吼，到底咱的公权力，咱纳税要创啊？咱纳税敢毋是着要警察来保护咱的安全吗？伊是一个学生呢，伊是一个学生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学校内底读册，各位，咱听上你也想看卖，咱的子女去学校读册去用拍呢，倒转来你情何以堪？哦！所以讲咧吼，咱的警政署咧吼，唔能啊困啦。这个代志咧吼，唔是关系交中国的问题咧啊。这个代志，这是人民基本的啊安全健康吼的问题。啊，竟然有这个黑道会安尼借着政党的名，啊来做这种行为啊，这个依法严办呐，依法严办。以杀人未遂来给他起诉，因为我甲看伊的行为是要去杀人的，迄毋是要甲炮受伤尔，毋是伤害罪尔，迄是杀人未遂，哦啊，所以讲咱大家个人来甲监督，是看咱的法务部、咱的地检署啊、咱的哦台北的警察局，你有用杀人未遂来甲办无？哦，安尼呢吼，以后因真会惊啦。是，我才会惊，才会讲以后要大家理性来表达意见啦。是，哦，啊，安尼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。是啊，咱台湾吼、哦、存在一个真迄个别个国家较无的，就是咱的认同问题啦，吼、哦。你、嗯、讲、就是、其实咱伫咧台湾，咱做台湾人啊，但是咱的边啊有一个派出边啊，吼、哦，伊、嗯、中国伊即马用即个别种方法啦，吼，你讲诶，竟然伊嘛，伊可能伊帮助。政党啊，伫个台湾成立嘛吼，啊参与咱的这个庙会哦，就这活动等等的哦，甚至你看，即马这即摆的这个哦歌唱比赛啥，伊嘛是讲必须要求讲爱动员啥物吼，啊但是这整个的看起来吼，咱要来请教咱的王执行长啊吼。这个最近警政署也换署长啦哈，台北市警察局长嘛是换局长啊啦哈啊那个，但是我们大家对于他有一些什么期待没有？你说，因为咱这几年哈，那个在咱台北的这个101大楼附近遐哈，一直拢拄到这一挂中国配偶啦哈，或说什么拿着我们台北市的中低收入户的这些这个补助哈啊，但是都在那边骂台湾人啦哈，这个然后拿着五星旗啦，这种很怪异的现象哈啊，因为这几年拢无听到警察的处理方式，应该是也恼怒了很多我们台湾人民啦哈。那你觉得这摆算是好像中央是不是？这个下了一个很铁碗哦，哎，三十分钟前跟你柯市长共在跟你讲我被换人哈、哦，导致可能到录影的现在，他们这个新的局长跟柯市长都还没有见到面呐、啊、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状况你可以分析一下说，说你觉得有没有机会有个改变的 image 出来，让我们可以好难感受到安尼。安尼啦吼，我认为这个问题吼，要分两个层次啦吼。第一个层次吼是治安的层次吼，等于讲警察要安那扮演好人民保姆这样一个角色。嗯、啊，另外一个层次吼，其实是国安的问题，是国安的问题。啊，我今麦讲治安的问题吼。陈如头先阿柯教授所讲的、嗯，就是讲跩人吼，这个行为，伊用个政党来包装组织。嗯。
哦，其实咱有一个组织犯罪条例啊，啊，但是因为伊即摆用政党去包装，啊，是毋是伊用政党去包装，都有法度规避这个组织犯罪条例？好、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就是讲，其实咱的警方也好，司法单位也好，伊会当用组织犯罪条例落去办，啊，但是我有甲查过，要出来以前我有甲查过。这个统促党也好，爱国同心也好，因伫这几年来底，包括去年伫个机场拍香港来的学生囡仔，包括101拍华伦功，哦，包括伫进前伫个这个台联去国民党迄落抗议的时阵，伊嘛出现，甚至咱定定伫个西门町总统府的广场，拢会使看到因施暴的阴影嘛。是，这台湾的人惊吓，这个阴影。对，啊，就是讲这个物件其实吼，因去用看，有移送过三件、哦，到落尾啊，我甲查，规个拢是用伤害罪落去办，啊，到落尾啊，拢是拘役，重的60天，轻的甲15天尔，啊，所以就无效嘛。一颗罚金。所以就是考到时讲来讲，因为你唔是用杀人之故意嘛，你甲想讲你要去听音乐会，那会带甩棍。那会带棒球礼棒，这个标示讲伊是预谋要杀人啊！哎，对哦，啊，即摆我讲的这是治安的定删除，吼，等于讲咱其实是有法律的，咱的警察是有司法单位是有物件通对付，但是没有去，啊，是安怎你无爱用？没有作用哦，是安怎你无？过来就是国安的删除，吼，你一定要了解哦。你若好好啊，甲回想吼，自从四年前这个318学运了吼，中国又发现讲伊对台湾在少年人吼，伊过去的一个统战吼是失败，所以318学运啊，你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讲，伊对台湾跩少年人吼开始下功夫，吼，包括这各大学去办因的活动，但台湾嘛毋是第一场啊，已经办过来场，包括台湾今麦足侪学生囡仔去中国读册，有奖学金，是，哦，奖学金一定无偌久来，你发现结水桥迄个囡仔伫大陆读册有奖学金，包括今麦伫福建厦门经济特区、新创特区。予台湾学生囡仔，迄落少年人，伫台湾因为头路较无好找，去遐创业，提供伊贷款，予伊弄创，这就是讲因的这个所谓三清，就是从开始经营台湾的这年轻人，啊，这是国安的展出。其实咱的国安单位爱好好啊，落去了解这个问题，包括统促党、爱国同心啊，因的资金的来源是按倒来的。哦，啊，因作为活动，其实是不直接的呢，吼。所以国安的展出，我认为讲咱的政府吼。欸，这尤其是国安局吼，嘛爱好好去了解这个问题，吼，是不是除了治安了后，啊，还有国安的清楚嘛，有需要来注意。是啦吼，这个咱看到这咱的学生在家己的学校校园边啊吼，然后这个当然啦，有几个人在讲啊，他们难道只为了捍卫操场吗？不是啦吼，他不只是捍卫操场啊，他还捍卫了一个咱的尊严啦吼。伫个即个度假过去的即个世大运哦，咱嘛看到讲，有一挂咱的台湾人吼，拿着一个旗啊，顶冠写台湾这样子，其实他也不是台湾国旗啦，吼，他只是一个印象这样子写台湾，然后画一个台湾的即个地图，安尼啊就去哦，即个警察。没收，甚至这个旗子呢，你不可以带太多支去，一个人只能限你一支进去。哦，啊，其他给你没收，会给你敲物件。哦，甚至说，有这个黑衣人的出现，哦，让这个在场上的人哦，把他抢走也一些布条，哦，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哎，这种火咱台湾人会感觉讲吼奇怪，啊，咱你若讲你今仔日伫别个国家比赛。哦，参加什么活动啊？你叫我讲每当用台湾，吼，我们有点摸摸鼻子，其实还是想做，还是可以做啦，吼。但是你今仔是伫家己的土地顶管，吼，你今仔日咱家己的土地顶管，竟然阁把这个名叫做，不是叫台湾哦，阁叫一个 Chinese Taipei， 吼，中华台北，欢迎来到中华台北，吼，像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，哦，我感觉最近哦，大家实在是怎么讲，就是都哎这个。点点都会气噗噗啦吼，啊就为着台湾吼，这个正常化吼，这个国家的正常化，我想咱阁有真侪爱拍拼的所在啦吼，啊，这个认同吼，啊是咱来讲为教育开始啦吼，你来看讲，其实每一个所在国家拢同款，囡仔自细汉自幼稚园开始教，伊就为伊开始周边的。
环境啦、啊，吼，伊住诶城市呀，吼，啊，伊县市，伊住伫个倒位，安尼开始甲囡仔豆豆啊教，教教安尼世界，吼，恁即个所在伫倒一州？迄台湾毋是啦，因为台湾差不多即马五十岁、四五十岁以上诶人吼，到你看即偌侪人，四五十岁以上，即马可能有1500万人以上，啊，这拢是受着啥物教育咧？拢是受着。中国的这个，咱在教秋海棠啦，吼，咱祖先还能在读这个长江黄河哦，总是为中国开始，啊，才慢慢啊，才为台湾，才知影讲，阮是住伫台湾啦，吼，所以，哦，咱的读卡拢经过几落遍的这个转变啦，吼，所以我感觉你要疼这块土地，要爱这个国家，也是爱为这个教育开始。教育无做吼，其实其他你讲法律啦，你该罚啦，你该安怎吼惩罚，这拢是无效的。你上无你嘛希望讲，恁咱的所有的警察是台湾心的警察啦，那有可能讲这警察是敢那听命于想要听命于这个中国的习主席、习大大的，会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完蛋了啊！所以那是安内话就造成讲，哎、欸、对啊，你卡电话卡四五十分钟，竟然讲也未到啊！原来因为同处党的是算讲卡偏中国的啊，今仔日咱的警察那是卡偏中国去啊，伊就豆豆来啊，伊就车慢慢啊开啊，开到到啊，恁就受伤嘛，受个。哦，真严重啊！哦，反正迄台湾囡仔也无差，我是中国的警察，安尼刚好，安尼都唔对，安尼哦，非常的这个，咱来设立这款的情形甲状况啦，哈！啊，今日真感谢大家收看咱的台湾安娜，我是倪安，咱后几回再会，哎、欸，谢谢两位来宾，感谢各位。